为我在我母亲那边就吃喝完了，跟这边可以打了盘排到十点钟，洗完澡了，我在我母亲床边跟他聊了一会儿。我母亲当时呢，她说听完了有点不舒服，我跟她扭了一下。后来我母亲呢叫我睡觉睡吧，我就上去了。上去了以后时间不长，这个广东喊我下来。下来呢，我看我母亲呢，我要没有起到响，因为她睡着了。我要给她胸口上用餐巾纸巾一个东西呢，就是米饭把它抹掉。然后呢，这个保姆喊我上去了。上去以后呢，也没有多长时间，她又把我喊下来。下来她说母亲走了。我当时记得那赶快通知我家里，给我哥哥要姐姐打电话。后来我才听到我那个妹子打电话来，说那个母亲不是自然死的，是那个保姆把她闷死的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